你转弯，骑过来。转弯。你很慢，我骑更快。对，你骑比较快。你要用卫生纸啊，我刚刚不是给你了吗？卫生纸在哪里？丢掉啊。你要丢在垃圾那个袋里面了。哎，你丢在里面，不然会飞走啊。它里面也会飞走。等一下要插嘴巴，弟弟骑过来，我帮你用。滑步车要骑过来哦，不会啊，你赶快骑过来，不然车子会不见。车子是小朋友拿的吗？嗯，你快点骑过来吧。过来，我这边就刺到我了。那你是没有穿鞋，鞋子要不要穿？有啊。来，我这边的。穿错脚啦！我这样子穿。你吃完了吗？吃完了。你要去站棚？花瓣，花瓣，花瓣。